来在念博士说数学，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是念第一类组，就是你现在讲的社会人文组，但是呢，我很喜欢数学，也就是数学对我们的逻辑思考来讲是有很大帮助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学科范围里面，其实都蛮重要的。所以我刚刚进来很认同博士所说的这个部分，所以呢，也在这边要先感谢，再次感谢，有这样子一个好的活动。也希望未来呢，在这个项目上，我能请到林教授。其实我最发现，其实诈骗案，台湾诈骗非常猖獗，很多是老长辈。你们这个活动，我倒没想过可以跟长辈推广。因为呢，其实你知道长辈的，他希望是在座的，其实回去是跟长辈，是，或是回去你可以跟你的阿公阿妈说，你们知道台湾的诈骗案最多诈骗是哪一方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投资，不是那个大家说的什么，哎，你那个小孩被绑架哦，受伤哦，或者说什么最大最大诈骗案的来源就是错误。被误导去做投资，他才发现原来是诈骗。哎，教授讲得很好，就是除了大家学到这之外，回去呢？